一個好特別嘅活動啦，係我嚟過台灣咁耐咁多年咧都冇做過嘅，居然我嚟台灣就嚟8年都未做過呢件事。呢件事咧反而係對台灣人嚟講咧係超級重要嘅，係咩呢？就係佢睇棒球，唔係台灣嘅呢一個咩中華職棒，而係一個世界趣嚟嘅。每隔幾年咧，呢一個 MLB 美國大聯盟咧就會舉辦一次嘅 WBC 啦，即係呢個叫做 World Baseball Classic 世界棒球經典賽。 咁聽講一個好大型嘅賽事啦，咁今年嘅預賽咧就舉辦喺台灣。聽講上一次舉辦喺台灣已經係10年前嘅事啦，我咧就捉緊呢個機會啦嚟影低呢一切啦。今日咁啱好好彩地俾我買到飛啦，就係今晚呢一個中華隊台灣對意大利。前提咧，其實我對棒球認知咧冇乜唔係話好特別大，但係都想入場感受下呢個氣氛。舉辦嘅場地咧就係喺台中啊。 呢個地方咧，其實我去過好幾次，但係都係去睇演唱會，去睇五月天，但係咧，真係睇棒球咧，就係第一次啦。但係好明顯咧，可以感受到咧，台灣呢一啲棒球嘅國際賽事咧係超熱鬧，好多人啊！謝謝。看一下後面嗎？ 全垒打那个波，哇！我知道刚刚发生什么事情，那就是二垒有人，然后他打了一个安打，然后对方没有接到，所以他有时间跑到本垒，所以就一分，现在2-2。 第一步嗰系而家系4局上半，啱啱咧喺呢一局入边咧，意大利一次过拎咗4分，所以目前系6-5，意大利领先。加油加油！你哋有冇发觉佢哋变到好安静啊？而家？ 7-7平手。 11-7，八局下半。而家系去到呢个棒球赛嘅最后一个局啦，第9局啦。如果我哋9局上半。
意大利都冇得分嘅話咧，就係代表中華隊穩贏，因為咧而家嘅比數係11-7，本身一入嚟係7点啦，睇到而家已經11点啦，睇咗4个钟啦。呢九局我哋睇咗4个钟，就係因為今日嘅比賽咧非常之刺激，好激烈啦，個個都係互不相讓，然後大家都有進攻有防守咁樣，所以係非常之好睇。我覺得我今次第一次嚟睇棒球，然後可以咁近睇到見證住呢個嚟 home run 打過嚟啦，再加上分數咧一直拉拉扯扯咁樣，我覺得好好睇咯。而家咧九局上半咧已經有兩個打手出局啦，再一個出局嘅話咧，即係三個打手出局咧，就係代表中華隊守咗落嚟，因為佢哋唔會再得分啦。哇！贏啦贏啦贏咗啦贏咗啦！咁以上咧就係我第一次嚟台灣睇棒球嘅經歷啦。好好彩嘅咧，就係佢哋贏咗波，俾我見證到好精彩嘅一幕。咁呢度咧就係台中嘅洲際棒球場啦嚇。終於除咗五月天以外，我有其他嚟嘅目的啦。我覺得呢一個世界棒球經典賽咧，的確係舉辦得唔錯嘅。佢場內場外咧，達氣氛啊，然後好多動線啊，都安排得非常之好。希望咧，如果以後你哋有機會嚟台灣嘅話咧，即係可以嚟感受一下，可以睇棒球，感受一下台灣人對棒球嘅熱情。好开心啊！这次看第一次看球就赢球。